这是我今天去赚的小费，就这哈。真真啊，啊为着小费，你敢问牺牲色相？啊，好些人去吃豆腐，安尼敢好？有钱通好赚，有啥物唔好啊？互人罔过啊，也袂减一块吧。讲正经的啊，你以后莫甲做酒助小姐好吧？你去找别个头路啦。会用的啊，那你即马甲我讲，有啥物工课赚了比酒助小姐较济？无对无，你莫看阮酒助小姐足简单的呢。赚钱嘛是爱有方法的，不管是面对什么人客，我哪用无同款的方法来对付伊呢？帅哥，帅哥，敢买酒？敢买酒做快递吗？快递两生在 N 岛，我会当给你打折哦。打折哦？啊，你写单打几折啊？一折、两折，还是可以跟你对折？哎呦，帅哥，你哪只好讲生气啦？你敢我做朋友啊？你是把我当作是塑胶哦！阿公你啦，目睭是青的哦，无看到我坐伫遮哦。我就是伊的女朋友，拄食伊的笑是感觉拢无好笑。这个查某囡仔哪样哩假？歹势啦！哎呦，袂爽啊哦，我该食醋呢哦。当然啦，看到家己的男朋友也困妹妹，心情哪会爽快？好啦，莫生气啦。哎、欸，我一个这样水的女朋友，我哪有可能去找别个查某囡仔？我拄只哦，一条龟要甲你创治的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是上爱这样物件，给讲话。来，我讲哈。哎，你们看差不多。对啦，其实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万一我是讲万一。那是有一个有钱人要爱你做伊女朋友，你敢会跟我绑的做你老婆？还是当然啊！我之前上爱就是钱啊。他说讲那是当拄到一个好野人，卖讲是对伊走啊，伊那是跟我讲，咱结婚，我马上对伊去订。哇，你这个人哪这样现实啊，够绝情的呢！我跟你讲啦，你家己嘛知影，这有钱人就是任性，而且怪癖够足济。无亲像我这人好斗阵，而且对你有较温柔体贴，搁始终上盖重要是。我体力好，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啦。我唔相信。哎呦，顶摆你甲我斗三工搬厝，你搬无几项物件，爬无几层的楼梯，都忝到皮皮喘啊！你即马甲我讲你身体好，体力好，啊无你去公园做再来我看。啊，说啥去啊？当作我无讲啊！我上起码哦，你要我做啥，我就做啥。就算你袂爱我做，我嘛是该斗相共啊，对无？嗯。那这是你阿妈安养院的钱啊，你提纳啦。啊，若是有剩哦，你再买一寡补品，跟阿妈补偿。还是你想哈？啊！哦，足疼足疼！哦，较细啦，较细啦！你脚趾怎么还阁红红的？你妈妈是不是阁甲你刮痧？系啊。伊的技术无啥好啊，你哪卖老实甲伊讲？安尼以后就袂甲你刮痧啊？免是啦，袂当直接甲讲啊。啊，剩下咧我妈伊该做的代志，不要紧啊，为着我陪到听到干阿就好。上个重要是，伊欢喜。你妈妈欢喜，啊，不过我看了就唔甘的。我来替你扶扶的。真是多谢你，你来搞扶扶的哦，我规人拢轻松起来，袂疼的。来来来，你甲食食菜。妈妈，回来啦！回来。哎呀，晶晶。哎呦，妈妈，哦，今天跟庄刚买哦，你上爱吃物件哦，没有你做小呀？哎呦，就刚是买呢，姐姐姐姐姐姐，哎呦，你知影无？阿姆才想你的，哦，这侪天无看到你，才打你想你哦，啊，你得找呐，你看。咱就有默契耶，对不？对，我就是因为想恁，才买这好食的宵夜来给恁吃。
潘社长。哎呦，金金啊，才几天无看到你呢，愈来愈水哦。那是因为我有阿姆、阿伯、阿哥、阿康给我照顾啊，所以当然嘛，愈来愈水啊。是讲阿伯，哇，你最近哪会看起来，愈来愈少年啊呢？啊，你刚刚两个人看起来根本就无像伯阿姐，你是兄弟才对啊！哇，那个晶晶啊，你的手够甜的啦！啊，我乖，阮到安康哦，和你吃死死的。啊，一天无看到你，而未输得到迄相思病呢。无啦，那有，那是因为伊伤过想啊，想到我人足上啊，我唔才去找伊的。哦，好好好，拢卖讲，拢卖讲，来来，坐回家，坐回家。太难了，我今食过啊，恁食。你食过啊？嗯。哦啊。我要淋下面吧，淋够假包包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。哎，晶晶啊，来来来，你试看麦，这是阿母家己做的水果醋，啊你吼加淋寡，淋落了吼，会乎你皮肤安尼水当当吼，啊身材安尼愈来愈苗条，加淋寡。身体吼，买较健康，嗯，胖的呢，嗯，啊对对对，啊等下你若是要转去吼，加炸几罐转去啉，好，好啊，嗯，你今日就听完嘞，我袂输的是领导的查某囝同款，晶晶啊，哎呀，阿母真正足介意你的，啊不过我把你做我的查某囝，俺希望吼。你会当做我的媳妇啊！啊，你是伫当时要嫁阮安康啦？恁哦，嘛已经交往一阵仔时间啦，感情嘛稳定啊呢。啊，嘛爱好好计划讲吼，恁后一段人生的规划啊。阿母，阿母，我嘛就想要做恁的媳妇啊呢。不过结婚生囝是要开足侪钱的，安康今嘛伊无车无厝嘛无钱，我这你放心啦，阮安康哦是有厝啊啦。啊？我有厝？嗯？真个？嗯，也有厝，还佫有店面。笑。嗯。华华，你是拄则去困搁伫海边哦？咱哪有钱去买厝甲店面啦？哎呦，啊，煞唔知都，哎呦，开店吼，恁啊，恁拢唔知啦，我有办法啦，恁哦，拢等咧看啦。啊，时间吼，晶晶啊，你都要紧叫阮安康呢哈。你是当然啦，啊，安康，那恁那是有厝店面，阿伯你就是头家呢，啊阿母就是。头家娘，啊，安康的是面包店的小开，啊，哇，就是少年头家娘啊，啊，啊，足欢喜的，我一定要嫁过来，好好享福啊！哇，真是你真正做怕死，其实吼，这不是真正搞怕死，是真正知影，伊若嫁予阮后生吼，伊就随会当享福，会有幸福的生活。那我们开始期待哦。好。哎呦，徐公，晶晶啊，你敢那加较瘦呢？啊，你是不是拢无食物件啦？哈，啊，那是安尼哦。以后我是要安怎抱孙？哦，阿姆问你，你是不是最近食物件感觉讲敢那无胃口啊？物件拢食袂落。嗯，敢那是有诶。安尼你放心，阿姆甲你吼敲敲的吼，阿姆绝对甲你敲到安尼啊，心凉鼻都开吼。啊以后吼，你食物件对愈食愈济，啊身体嘛会较勇健，对不？来，好来。哎，妈，其实即摆真正上个需要，唔是开皮，而是需要困眠。你敢知？伊自昨到即摆，规工拢无困，足忝的啊。啊！哎呦！阿姆，我最忝无解当去睡一下。阿姆，毋免偌久呢，敢无爱哭一下哈？哎，阿妈，我安尼啦，
哎呦，我看爸哦，这个刚刚敏感有较正哦，应该是酒啉伤多哦，啊，困无饱眠这样呢，你别哭，你归个哭，安尼哦，伊的身体卖哭啊，胃会用卖通透，好，好，静静，妈，我先带静静去我房间休息一下啦。阿妹，你先进去啊。对啊，先进去哈。静静啊，我们靠靠姐，靠姐。没，你靠爸的啦。我啉无尽啊，好好呀，